大家好，我是 Kiko 唐晓彤。今次呢想跟大家介绍一只狗狗，它叫力力。它是男仔来的，是一只贵妇狗啦。它其实已经九岁了，但我就是在它小的时候领养了它的，因为它都是一只被遗弃的毛蟹来的。讲回跟它之间有什么趣事啦，其实很多。如果真的要讲一样呢，我会想分享一个佢嘅小習慣啊，咁咧就係佢好中意咧喺我翻屋企嘅時候咧，佢就過嚟咧舐我嘅皮膚或者係腳趾嘅。咁開頭就其實同屋企人傾過啊，會唔會係因為我出完街之後有味道啊，所以佢先至會咁樣咧？咁但係咧之後發覺，無論係我沖完涼或者係任何時候正常。一在他隔离的时候呢，他就会走过来是这样舐我啊，嗲我啊，整个头呢累落去我的肚子啊，累落我的手度啊，这样。那之后呢就都觉得呢力力应该是因为很挂住我，所以呢他就会千方百计，一见到我的时候呢他就会想亲近我咁样咯，咁呢个都叫做系同佢之间嘅一个好 close 嘅一个举动啦。咁系啦，今次嘅介绍系咁多 ，thank you。哦，小朋友，你唔系嗲啊？做咩成日瞓喺妈妈度噶？是不是挂住我啊你？你是不是人来的？为什么你这么像人的？